由丰收社区发展协会结合的中正大厦、中国大学路计划和东英国小共同举办的丰收社区文化节，日前闹热展开。展览馆带领民众走访丰收社区，了解在地的历史和文化。讲起民雄，较早总是予人受起著名乡间艺术民雄鬼厝。连接民雄曾经有丰富的人文甲农业发展，经济作物为甘蔗、山药到现在甘麻往来甲牛肉，也佮伊所在的地方人、地方事更值得关心。伊的财产拢有170几公顷，伊拢总共用110公顷的这个土地来予中正大学做建校的使用。啊，其中呢？60公顷是免费，无钱的，全送予政府。啊，50公顷是用咱当时的地价、公告地价，予政府来征收。这是伊真正足大的功绩，嘛，予咱嘉义县会当成立第一个国立的中正、国立的大学安尼。好，那今天的这个。丰收芒果节的这个活动，那主要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那让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以及家长，可以更加的认识社区，那了解到社区的一些发展的历史，那也体会一下以前的这个社区的居民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样态。那主要是透过这样子的走读活动，那引领我们的亲子能够更加的。认识在地文化。开始我们就是都是在丰收社区就是服务，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加入到这个社区里面，所以呢就是会想要说，那我们是不是我的门市是不是可以跟门社区去做结合，然后所以就会比较想要去参与他的一些活动这样。对，第一次参加这种社区活动，感觉一开始不会特别来逛这乡镇，可是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认识蛮多的我们平常不会来接触的位置跟地方这样子。当英国小老师讲，透过活动，学生知影家乡的故事，也体验卡山野的乐趣。在趣味的体验当中，也会当了解这个山野树的由来。离开伫社区内底连锁超商店长讲，伊是过来民雄的新妇，认为应该多多参与在地事务，也担任社区导览，希望让居民会当了解社区。新新闻中来新嘉义县彩虹报灯。很高兴，嘉义县已经是第七次来参加东京食品展。那嘉义县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没有来以外，每一年都到东京食品展？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日本、跟全世界建立所谓的整个商品的脉络。那大家知道，东京食品展是很多的买家来这个地方看到好的产品，那准备签约，进而建立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关系。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嘉义的农产品也可以在日本变成发展出我们的品牌，也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我们现在发展的品牌叫做嘉义优先，我们希望可以既有领先，带给大家最好的农产品。谢谢大家，谢谢。时代在改变，科技的进步，咱做产也嘛爱转变。因为这个科技，让咱做事加轻松足多，产量甲品质嘛提升真多。我们组了一个智慧农业跨域整合平台，透过专业的辅导跟补助，把智慧科技农业的好处带给我们的农民。咱若先带头来做，才有愈来愈侪人当来故乡，甲咱做伙拍拼，推动智慧农业实现。农工大县，4月9号
来参加嘉义县农村再生成果展春日时尚野餐市集，欢迎大家